妈真的能随便拿吗？爸爸不会哭吧？你爸可能有可能会打滚。妈妈吃饭了。你这肚子里面鼓鼓囊囊装的啥？是肉，过年刚长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刚从暖气房回来，他还不适应呢，浑身都发抖，冷的。你冷吗？冷，冻得我手都发紫。吃完晚饭带你们去逛超市呀。好。中午打包回来的酸菜鱼、糖醋里脊，还有辣子鸡，多菜了，都没来得及吃这个辣子鸡。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的品尝品尝，就喜欢吃辣味的，这个味道可好吃了。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的玩，抓住寒假的尾巴。你别让他跑了。嗯。今天去超市，所有的消费由你爸爸买单。没问题，您都尽心的纳哈。嗯。可不要都不客气啊。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不会客气的，肯定不会手下留情的。爸爸。啊、姐姐可以试试那个香水蛋白是啥啥。哎呀，你不用问了，今天穿上又过门了。那你不会苦吗？哎呀，这小事小事啊，这是。哇塞，发财了，全部是金元宝、金砖、巧克力。妈妈真的能随便拿吗？爸爸不会哭吧？你爸可能有可能会打滚。拿点这个金针菇，这个金针菇特别好吃，搁这搁这嘞。你要吧，拿爸爸，吃大金。我好，你吧。看来爸爸今天真的要哭喽。哇，番茄味的关东煮肯定很好吃，拿一盒。我们也一人拿一盒。布丁果冻，你看那个颜值就很好吃，每个口味的都来一个。耶！你们三个人肯定有强迫症，买了哪一个口味，其他的没买，肯定觉得心里不舒服。对对对，怎么能少得了饮料呢？蓝莓味的奶茶你们喝过吗？反正我没喝过，一定要尝尝看。我是红豆味的，我还是感觉香芋味的最好喝。再拿一瓶没有喝过的饮料。半个小时的功劳就挑了这一购物车了，你们三个人还要不要挑点其他的？不用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喝那个饮料了。老三呢？我也是的。紧张一把等会服吧。妈妈要帮我止痛。弟弟逛了一个超市就买了这一个小玩意，还挺知足的。是203.48元。哎，你们三个人的战斗力不行呀，就花了200多块钱呀。妈妈，我们想上三楼玩滑滑梯。啊，去吧。耶、yeah. 耶、yeah. yea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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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玩了，去玩去吧。这里有一个旋转滑梯，他们三个人都过去玩了。妈妈抱着你玩一次好不好？咋玩吗？哦，玩呀，走。好意思。怎么样，都玩过瘾了吗？都出汗了吧？嗯，玩的时候太刺激了，就是爬楼梯的时候太累了。我玩了两次我都累了。回家吧。走。看看老二的脸热的红彤彤的都是汗，老三的也是通红通红的。还是夜景漂亮呀，看着灯光多美。美好的时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完美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。我也没抓到他的尾巴呢，他就蹭了一下跑了。买了这一堆零食，你们总该开心吧？开心是开心，但是一想到明天就要开学，我们就 barbecue 了。完了完了，就逗我笑行不行？你去看我们上学了，你开心吗？对对对，没毛病。那我们没法帮你看弟弟了。不需要，弟弟会走路了。来吃一包塞牙神器。它还有一个名字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金针菇。还有一个名字，虫吃。明天见。嗯。
看起来很好吃呀。嗯，可好吃了，辣辣的。哇塞，这个小朋友也吃了一包呀，好吃吗？哎呦，好吃。这个太好吃了吧，老爸，他俩都在外面吃零食呢，你不吃呀？现在不想吃，没胃口啊？是因为明天要报到了吗？嗯。电视迷，别看电视了，赶快去洗洗睡吧，把这些零食全部都收到零食柜里。嗯。定上闹钟，赶紧睡觉吧，都困了是吧？嗯。晚安。拜拜。